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《保全厅守卫厅守卫亭守卫小站》。这应该是一个扮演守卫的 game 吧？我看会不会太大声，等一下调一下。保安厅，保安亭。哦，看这种地方，哦，这好像我当兵站哨的乐色小哨站一样。这怎么点啊？哦，工作的规矩，确定要跟车里面的人说话，他们一定要在这边工作的员工才可以。看看那个人的驾照，还有牌照、车牌。好，如果那个人的车牌有注册员工，就是名单，就让他们进来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必须要告诉他们离开。然后打开门，你只能为员工打开门。哦，反正没事，就是不要乱开啦。简单讲啦，没有电话，怎样？哎，有人呢？我怎么检查啊？哦，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这里的人？ U1269 啊，等等哦。晚安，可以让我过去吗？它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拿啊。啊，我要怎么查、啊、这上面哦？ 69R， 这太多了吧！哇 ，G1269R， 史蒂方，欧普利山。啊，怎么让他过去啊？开门啊，这样子。哦。两边啊，大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Nova Nasus， 弄啥小？小小的厅长，就像当初他妈的刘邦一样。继续等，这边还有什么东西要看啊？如果来的不是允许的，那我就怎样，就让他不要开门，这样就好了嘛。热情的迎接他啊！好险，我的脚本来就是假的。李欧 N31，我是看到眼睛脱窗哎、欸、，N31没有哎、欸。我先去问他一下。哎，弄啥小？真是个安静的夜晚。打赌这个很不错，对吧？今天很难过，可以让我进去吗？不行啊，不行怎么办？卡点我呀！啊，有没人接电话？我就通报谁啊？他如果哦，还可以再问一次啊！你要让他进去吗 ？No， 你不能通过，你必须要有他妈甘道夫的法术。这门会自动关，好烦哦！我只能走到这边哎、欸，我的活动区域就到这边了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也是一个奇妙的恐怖小游戏了，后面不知道会蹦出什么。GUDB01 今天差点就生病不能上班，但是今天太重要不能错过。如果我能进，跟我说一声。第三页，真假的、啊、？B01哦 ，GUDB01，乔治·菲利普，你们怎么看这么准啊？哇，你们收了多少钱啊？
一辈子就是要当个艇长，是不是？做这个工作做这么认真啊，怪不得啊，钱包空空。人家说要恃才，恃什么？恃教，恃时恃地。你们的人生，厅长，懂吗？再复杂的工作你是没办法做的，真的啊。是什么？我们的实验就快要完成了，我们但是发生了一些意外。某人说娜塔莎上个礼拜死了，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在我的想法中。阿小，怎么都贴这么多垃圾啊？N 二八，这是血迹还是他的后车灯呢？拿了灵魂宝石 ，N 二八 ，X T 二 N 二八，哦，跟他问一问，又是夜班，我听到了，我有听说。我敢打赌，今晚会很多人来去去吗？还是怎么样啊？青菜啦，至少我不会，我可以进去吗？他讲什么东西啊？夸不夸？你不能太聪明，但是也不能太笨，你的脑子智商要刚刚好能够做厅长，但是又不能懂得反抗你的老板。那我这个按钮是干嘛用的？有时候会出两台车吗？还是说里面会出来啊？哎，怎么等位啊？喂 ，error code 0 5，错误代码050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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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
阿小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要跟谁回报啊？这个电话根本打不通啊。那边的门为什么关不起来了？值班手册完全没写 ，TUI， 哎呦喂，妈的，艾伦博朗，宁愿待在家打游戏，但是我接到了紧急电话，你可以让我进去吗？好吧。我不知道是一还I啦，青菜啦。阿小，你去干嘛的？我守卫听是要爆掉了。你们说什么守卫手册？哪有手册啊？还是说旁边树丛中站了一个人呢？谁看啥小？过来讲，你有种过来讲、看到没？车都撞不死我，你能怎么样 ？A48， 他就在这边看我工作。你们明天要不要去找一个夜班的警卫保全，然后就站在那个工地或者是公司门口，然后就盯着他。A48 没有吧？安德烈斯史塔巴斯，问他一下，又是另外一个夜班？没错没错，可以让我进去吗？如果不可以过得进去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大概被扣钱吧，被炒鱿鱼之类的。
我走不出去，我只是在这边跟他互瞪而已。哎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看三小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这游戏的这整个过渡时间就真的好像在站哨一样，哎，那就没事做了啊。刚是在敲我的玻璃，还是敲我的头壳啊？啊！爆炸了！真的啊？系统失误，是系统错误。这里是在研究核弹哦。啊！大爆炸，我没有看到任何的烟啊，有轰轰轰的声音呢。恐怖分子进去了？屁嘞！193，气氛变那么奇怪啊！这什么重低音啊？这里是 Nova 的公司对吧？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，而且我有点迷路，然后迟到了，可以让我进去吗？他第一天上班不可能在名册上面啊，那这个时候我该不该让他进去啊？不让他进去，他会不会把我毙了？而且这是刚刚那一辆吗？你可以让我进去吗 ？No。这是什么声音呢、啊？我要不要开小声一点啊？到站后面，哎、欸，这里啊，真的、欸，是什么时候贴上来的、啊？我的屁股上其实也贴了一张，对不对？如果监督者嘛，执行者要一直跑他的测试实验。我们永远都没办法打开什么是机密档案没有写出来，然后什么跟什么机密档案，只需要一点时间就能完成了。什么什么什么啊？我觉得玩这个游戏应该有大半数的人就是待在里面，因为会比较安全啊，不敢出去。但是如果我走出去的话，我可能会看到，就我会错过某些事件，会不会这样子啊？因为我都喜欢乱晃乱晃这样。这个是 O31。救命啊 ！Help me！Emergency. 紧急！紧急！ Lockdown system activated. 锁定装置启动。Oxygen. 保全武器启动。Your families will be informed of your death. Emergency. 啊 ？Emergency. Lockdown system activated. 你的家人会接到你死亡的通知。哎，靠背那台车怎么不见了？刚才那是娜塔莎的车，你怎么知道？娜塔莎是几号啊？卖差啦！娜塔莎031 O31，哎，干，真的嘞！啊，里面那是干，所以说。那他想在做实验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死掉了。然后他刚刚却又开了进去，没送你啊！干你老师嘞！下车，下车，
下车啊！啊，他怎么不走了、啊？故障哦？怎么了？他车子被我玩坏了？走啊妈的 ！bug 屁嘞！没人理了，把门关起来，就在这边等。坐上去。啊！车子砸下来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而且是 ending one 而已，这有几个 ending 啊？我觉得我刚刚是车子砸下来，是等于是算是闹鬼结局死哦，是不是啊？不可能，地友在那边乱讲什么，再玩一次。然后刚刚有人说电线杆上面还有一个纸条，我没看到哎、欸，再看看。那我这次如果一直这样错的人进去，会发生什么事啊？我试试看好不好？我觉得这通电话是在讲说他们的实验室其实正在出问题了，然后刚刚弄一弄突然爆炸了这样子。不过奇怪的是，为什么里面的情形会传到保全这边的电话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了。哦，这台啦，这台才是。哦，纸条在对面，等一下我去看一下。不理他应该是不会怎么样吧？时间要进去之后才会开始跑。执行者要跑测试，实验测试。我准备用枪射他。如果他还要继续做实验的话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他不让他实验是为什么？他们到底在做什么？我好想知道哦。Help me！ 哎，对面还有一个。这台娜塔莎的车，你只要看完纸条或者是接完电话，它就不见了。是不是可以把它放进去啊？终于，实验成果有进展了，我好兴奋哦！我感觉那个机密档案。这一次会真的改变这个公司，还有整个世界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。看来事情都要完整了，都要解决了。在周末之后，是时候继续实验。只要我们不要一直拿到错误代码050477，所有的事情都会。很顺利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应该是不是应该让娜塔莎先进去啊？ Emergency. 哦，我都看过了，氧气等级也降低了之类的。核弹要爆炸啦！哇，傻小，黑洞实验吧？赶快进入我的厅里面，防黑洞！啊！什么鬼啊？这是死亡结局吧？异次元结局？神罗天真结局？啊？我比较想知道。他们在里面到底是做了什么实验呢、欸？感觉好悬哦！如果能够再来一个，哇，好吵！喂喂喂！如果能够有一个比较恐怖的形体出现，这个游戏就更棒了。就比如说他们研究失败嘛，然后那个最后我们被吸进黑洞。然后电话响，突然你就看见娜塔莎站在你面前，这样子，那不是更屌吗？然后我觉得第一个结局我有点看不懂哎、欸，第一个结局感觉就是他们实验失败是没错，那车子砸出来是为何啊？哎、欸，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、欸，
因为娜塔莎是他们实验中死去嘛，死掉嘛，然后再加上他们这一大堆什么错误码，还有电话打来的这些警告，都是在纸条出现之前，所以他们的实验应该是时空穿越的实验。然后娜塔莎会死，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是不是实验拿娜塔莎进去当实验体啊？所以他虽然死了，但是他又出现在我们的厅保全厅前面，他还可以听到他的求救讯息。然后他们为了要去另外一个次元的空间，他们有把娜塔莎人体丢进去啊，然后有把车丢进去啊，各种物体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车子突然掉下来，是因为被传送来传送去这样子，卡在时空中哦，有道理。就越想越混乱。那关掉了啦，不错啦，还可以啦。